若世界停止战斗，是否还有强权阴谋？黑暗也化为乌有。若没有力量唤醒一切亘古中的自由，怎解开迷途的困兽？当人生风雨恩仇，追寻真的风雨同舟，江湖会绝是敌是友。踏遍神州，棋逢对手，唯有提升是不变的追求。 为天下苍生带来希望。 这不是学生会的人吗？怎么都被绑着？就是，平时不都挺嚣张的？快点！哼，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。嘿嘿嘿。哦，是楚天。哼，走。 去跟你们的宇文会长叙叙旧。别看了，快走快走！哼，看着还挺气派。宇文青羽，我来了。这么好客，让人多不好意思。哦，没想到你们学生会还挺热情，知道我口渴，这一进门就端茶倒水，就是这茶水给的多了点儿。 把我带来的礼物都淋坏了，你说是吧，宇文会长？会长，救我呀！一群废物，让你们去抓人，竟然被人绑着回来，丢人现眼，还不滚开！楚天，你竟敢殴打学生会成员，简直就是找死！ 进了这个门，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。来者是客，宇文会长，不先请我坐坐？哼，看剑！筑基境，打架归打架，你可别拆家呀！ 东西打坏了，我可不赔。哼！干什么？都给我一起上！啊！双花万丈。 来，天拳！哎，就这点本事，还敢嚣张？神呢？我在这儿。宇文青鱼，还有什么招？全都使出来吧。 这可是你说的，狼牙空刃，下来好好招待楚公子。哼，楚天，你不是筑基九重吗？这可是我重金请来的结丹期高手，筑基对结丹，这一下我看你还怎么狂！哼，来的正好，正愁没人陪我生劲呢。 就是现在！突破了结丹期，破天一式。可恶！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生劲！结丹5重。 谢了，要不是你让人来找茬，我还没法突破的这么快。你记住今天的教训，要是再让我碰见你们借着学生会的名义欺压同学，我就拆了你这学生会，盖猪圈。楚天，我要你死！ 不许伤他！我现在都继承100亿零食了，导演快出来，给我把戏加到每集100分钟。道具，道具，快把那货手上的那张卡拿回来，下场戏还要用的。